今天来玩玩看《王国纪元》哦。哇，这个人，尊王最后血脉死亡，权力欲望，终结了光明年代，王座空悬，战火四起，各地陷入一片混乱。第三集。这是三小啊。全心入中，夺回我们的土地，赶走入侵者。遵命，我等不及要享受这场血腥盛宴。所以要干嘛？这三小，正趁我不在时，趁虚而入。我以骑士的荣耀起誓，必将收回腹土，让敌人血债血还。战争带来死亡，死亡带来我，把你的灵魂献给我，成为我的傀儡吧。这是他妈的三小。我说我们要短兵相接了，龙与我同在，快投降吧。我是才投降的人。我才是主宰这社会的下马金枪帝王。我靠，这三小啊，这翼龙是三小啊，已经有两个东西死掉了。欸，他居然死掉了。像我中真的立足之力，就得建设领地，富国强兵，目标是成为国王。欢迎归来大人，叛军哦。所以要建造军营吗？那不能建造庄园吗？庄园好像不是比较好的。免费力会完成建设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好，这要建设城堡，按一下，然后升级，升级，然后再按免费还是什么？哇，怎么马上要升级了？啊？弩炮训练，所以现在要升级建筑，我看一下。所以先要到欢庆之地，流浪之翼黑格，好，直接打爆他吧。OK， 所以他妈的要全军团。这个啊，就只有一个英雄啊。欸，所以他超少的。干，这怎么那么容易打啊？那只鸟是什么东西？
哦，所以就是赢了嘛。OK， 所以我就一直损失嘛。所以打了也是损失，被打也是损失。那到底还是要打还是不打？好，所以我现在有幻境之地了。恭喜你首战获胜。哦，所以他是好。哦，所以要建造一个农场吧，我喜欢农场。哦，所以它可以盖很多，那我要盖。我要盖农场。哦，所以可以放在建造序列。我这边盖矿坑。哦，他是说建造序列已满。那我现在就不能建造啊，这边是干嘛？好，那现在我 ，OK。他说要建造伐木场，这边建造，按免费，允许建造伐木场。然后他说要建造采石场，按下免费，为什么就？那么屌，这边在建造矿坑嘛，然后说要打一次，我都建造好了，哇，爽啊！好，我现在可以，这个是什么？切槽山脉，神秘的知识，今天的工艺，现金都被收了，断魂者陀轮。哦。所以等等就是要攻击他，是什么酒？好，所以好像是要一直训练兵种。弩炮，弩炮它就最少啊，就一直训练呢。也不玩这游戏，手机有点烫。我看这边写什么，升级要均匀比尔，内政任务，公车应用，真小。真小，这是在干嘛？啊，这个信。5B 使用创账号第7000回合，我是养子，那可以干嘛？好，内政任务，
哦啊，我的建造闲置中了。我升级一下医疗所。好，那我来打这个吧，开始。攻击他。Go。去你的。哇，这个。这爽啦。啊，对方也是英雄啊。所以。好，接下来短兵相接，我觉得，哎，这后面是什么？那怪怪的东西是什么？啊，我的奴嘞？我、哦、这边有士气耶，然后对方的士气已经快要没了。哎，所以是我要赢的吼。嘿嘿嘿，他撤了 ，OK。三小为什么还要继续进攻？这还要再攻击 ，OK。Go go go！ 哇，他的士气。该死！哇，两个英雄已经灭了，掰了！不要再撤退了，拜托！再撤退我就生气气。哦，又撤退。在你掌控之下，智慧就是力量。OK， 需要一直建造东西了。好，英雄冒险。Go go go！ 选择出战英雄，再一个。哎，所以我现在已经两个英雄，帅了。三小，这不是英雄吗？唰，大招好棒！好 boss 来啦！哎，这是这个最可爱的，可爱。可爱的妹妹，我还会叫。这在干嘛？不是来获得英雄的吗？那我这边是宝箱。哇！
好，然后说暗杀。哦，所以，继续打吧。我先不要开那个。等一下招，我给你拿下。所以我算完成了吗？这个人不强啊，那这影片就到这边，那我们已经获得新英雄了，那这影片就到这边，我们下次见。